相互之间的权益。周总最近工作太累了，没什么精神，想想办法。好，周总，咖啡到了。周总天天喝咖啡，这东西都免疫了。这副作用也太大了。周总没精神，你老折腾他干什么？你得让他睡个好觉啊。可是咱们办公室哪有让人好好午休的条件啊？光线又亮，空气也不是很新鲜，真舒服，瞬间充满干劲。那周总，咱们开干吧。开干吧。阁下，我与我生气。君君呢？你看这一山不如二虎，那二山呢？二山不如四虎。不对，你要是能答对了，我这个我不知道。二三得六啊。那领导，你知道二十六个字母当中谁最笨吗？当然是 B 啦。为什么？二 B 嘛。不是，是 U。君君啊，待会儿会有客户来拜访，你机灵点啊。好嘞。领导，哎呀，知道你喜欢这个，特意带过来。哎呀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，这不能收啊，不能收。我跟你说不收，你没听到吗？啊，这也不是完全不能收。不能收啊，我该说意思。都说了不收，能不能不要为难我们领导啦？一点眼力见都没有，出去。别人就是过来意思意思。你不意思意思，别人会以为你瞧不起他的意思。啊，李总啊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哎，过来签一下合同。哎，好了好了。空手来的。啊？来的匆忙。别让我瞧不起你啊。这有半个蛋糕。就这，没了。确实没什么准备啊。机会是留有准备的人的，加油。哎呦，我这肚子有点不舒服啊。这合同咱下次再签吧。哎，林总啊，林总，你假装没准备你就别硬要嘛。再说了，这是不得说有品质，这什么，这是你也是过来意思意思的。对呀，一点小意思。哎呦，喜来康手部按摩仪你知道？当然，喜来康手部按摩仪很适合我们妈妈用，她们上了年纪，手部容易酸痛肿胀，还有肌腱疼。这款喜来康手部按摩仪采用空气波技术，科学循环气囊充放器，有五个气囊，八个区域，全方位包裹，还能模拟 3D 人手波浪式揉压按摩，有三种按摩模式，利用三档不同的技术揉压按摩，二档热敷，能有效放松妈妈做家务之后的手部肌肉，舒缓手麻肿胀，而且机身小轻于外观设计，小巧精致，就一瓶水那么重，携带也很方便呢。哎，你别说，喜来康手部按摩仪还真挺舒服的，送给妈妈正好啊。不错，还是王总会来事儿啊。君君啊，做人呢一定要懂得礼尚往来，你是不是要打电话表示一下？明白。张总啊，我们领导说了，这个口味他不太喜欢，下次注意啊。这个按摩仪我们领导很喜欢，王总有心啦。李总，这次没带东西，下次记得准备哈。毕竟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哦。进来的，我要复印。哦，打印机在那边。我说我要复印，你懂点事儿好不好？你要是不会用打印机的话，我可以教你。算，自己去。领导，您辛苦了。辛苦了是领导慰问下属的，知道吗？哦，知道了。那你先去忙吧。有点困了，想来杯冰美式。想来杯冰美式。啊，我不喝。那我也来一杯吧。少冰，谢谢。君君，一会儿北京客户要来，天气这么热，给他来点解暑的东西。好嘞，放心吧您。北京解暑有了。
吃吗？这个呀是北京特产雪糕，你自己拿给客户吧。好嘞。这次肯定要被骂了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是麻酱雪糕，让你每一口都有北京的味道。难怪有家的味道，再我来十根。哎，周总，来吧，吃冰棍吧。哎，大哥哥，来吃冰棍啊。你们吃一个，好不好？来，来一个啊！好好好，师傅，上。哎，大哥哥，谢谢。功夫。莎莎，拉凉席满月刀，这么紧肯定出不来。话别说太早，小心一会儿打脸哦。怎么可能啊，你上不了干了你啊，这绑着呢呀。是啊，你再套上试试。你敢打我就死。不要干你，这绑着的呀。对呀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自己来。我今天不信了，你还敢抽出来打我？你挪一个梨子，要是能让它从一二三四变成四三二一，挪对了，我今天就把合同签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也不对呀，这个该怎么排呀？哎，哎呀，又下头吃，你要是会。我连皮带盒吃了。四三二一。